一条狗，烧麦皇后。傻呀！海归姑娘回国卖烧麦，一年卖出2亿，上了热搜。80后姑娘李文莹留学回国后，2020年创立了自己食品新品牌一条狗。你叫一条狗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这个名字挺有趣的，第二个也蛮符合电商人的，因为活得还不如一条狗。从上线天猫到单月销售近千万元，他只用了2个月，成为天猫细分类目第一，年销售额超2亿元，他只用了3年。而他卖的是浙江人再熟悉不过的早餐烧麦。一条狗的烧麦并不便宜，一个大约要5-6块钱。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？厉害。